那理解了。好好的。瞅你爸这造型，花姐又给拿啥了？速溶。再见。俺们一家子全躺沙发顶呢，横七竖八的，抽的脑瓜乱的。我要比你高。你太矮了。那你快点，那长得比我高啊。你太矮了。太可惜了！哎呀妈呀！带一个远道来的西瓜。远道来的。对呀，来他们。啊，回黑龙江了。谁回去了？二嫂。每到了这个季节，又是吃松茸的时候了。一箱呢，哇哇，这么好，哇，这颗这么大，这一颗值不值100块钱？没有，也差不多，是吧？今天松茸少，哇，哦，这我天，我天，底下的大，是吧？这个这个大，哦，我天。啥样的值钱呢？这样的，这样的，就是没开伞的。对，咱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放冰箱里。这一箱最少得500-600，最少。好一点的话不得700-800啊。今天他们还说呢。那个三盒的松茸，少了。应该雨水大吗？而且就是松茸是一天一个价，就比如说你今天买一箱是500，你明天再想买一箱，有可能变成600了，所以这玩意不固定的价。我之前也卖过这玩意。再拿个小刀刮。我整的行吗？行。怎么样？不得蘸点东西吗？这样吃就香，能吃了香味啊！我在刮的时候就能闻到浓浓的那个味道。我记得在我怀孕的时候，小李同志有个朋友送给了他一根儿，对不对？给我拿家教，当时还在想，怎么能有人给送一根儿这玩意儿呢？根儿是，不是一根儿，两根儿。我记得老清楚了，自己在家，我那时候怀孕了，我拿着炖姜汤了，因为我不知道这玩意怎么吃。真事儿的。今晚安排小李子喝一顿，也来三个菜。你来一个吧，你来一个。行，陪你喝点，我心情不大好。来干一个！我和你妈妈好像结婚到现在第一回这么喝酒。我陪陪你。那不是多余的吗？那不多余，你坐那吃，你坐那吃点有你吃的，姑娘。这脑瓜造的。你爹这口，你呛吧你爹。你吃不了香味吗？这个是你没问，一样的。再尝一口。他们说人家吃这样吃，对呀、啊，打了一酱，对，一丝儿。对，就这么吃，真是那么吃。没有品，是吗？真是买的人，不是买的人，真那么吃的。咱有这个手艺，就能做出来这辣子鸡丁就行了。你去学去吧，学还是学去？真的，去学一学。回家做菜，毕竟以后你是要下厨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你很天赋的，不，你做菜你就敢扒，嗯，你知道吧？你扒都敢往里扒，我还可以往眼睛里崩。你去学去吧，我给你出钱，学一个技能呗。不行吗？我给你出学费。
连改装都不会，公然出资你们至少得七八年吧。速成吧。那我看。